OK， 我有点紧张。哦，还没有热。这里是 6IT 总频道，我是隔壁小王。今天这一集开心哦，一起开一起吃。今天呢，小王就要大显身手，我要煮难度五星级的料理，总共有100颗星星。所需要的材料有，然后我们的武器就是这么的空气气炸锅。朋友姐妹，如果你想要吃好料，可是怕肥，又想走健康路线的话，哎，德玛的空气气炸锅就是你最佳的选择。因为 FIA 可以代替油炸，所以它低脂又健康。我现在用了这个德玛气炸锅，哎，它有一点特别哦，因为它有一个盘子跟一个篮子，所以它是一机二用。因为它除了可以炸，还可以煎，它容量呢是两升，是一人份到两人份的容量，比较适合上班族、学生党、情侣，比较不适合大家庭，因为不够吃。这里它就有几个模式选项，而且是比较热门的食物。这个设计它就很贴心，因为它就方便我们这些手残党，不会阿嘎时间啊，不会阿嘎热度啊，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厨房小白。小红最喜欢的就是它的盖子，因为它用的是透明玻璃材质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食物情况，你就不用怕它焦掉啊还是什么。市面上多数的空气炸锅是不会用玻璃的盖子的，这样如果你是厨房小白的话，如果里面食物焦掉了，你都不知道啊！小王科普时间：空气炸锅采用的是高速空气循环技术，在这个密封的小空间里面，让热风形成急速循环的热流，通过热空气的冲撞，将热量直接传导给食物，用空气替代煎锅里的热油，让食物变熟。同时嘞，热空气还吹走了食物表层的水分，将食物本身的油脂逼出来，所以不需要火油都可以做到油炸的效果。使用空气炸锅拥有更少。哎呦，你还在用传统油炸呢？OK， 我们接下来开始煮这个 chicken 先。OK， 我有点紧张 ，but it's OK。OK， 我们先用的是这个盘子来煎我们的鸡扒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转，把它转到去鸡扒模式。OK， 还有一点热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腌了的鸡扒 ，OK， one two three， 哦，还没有热，好棒！啊，再等多一下 ，OK， 我们再等多一下。就是看到猫眼了，哦，可以了 ，OK， one two three， 哦。哇，你看西北容易翻，因为它是不粘锅材质。OK，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篮子来炸鸡扒。OK， 这个是我学姐妹妹在 supermarket 买的，放进去。好了，哦哦哦，行行行。哇，它出炸！炸完炸鸡嘞，我们就来薯条。哦哦，挑战非常成功，你看我样子就知道很好吃。不用阿妈，你也可以做到炸鸡外酥内软，没有入口即化辣，要咬的 OK。然后那个薯条，
不油也不会柴柴的，很好吃。总的来说，这个 Derma 的空气气炸锅颜值非常高，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上班族、情侣档、学生档还有手残档，省时省油，安全使用又简单操作，连我这个笨蛋都会。有了这个 Derma 的空气气炸锅，你也可以做个的人之一。那气炸锅还可以做什么好料呢？在下面评论给我知道一下。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这个影片有人看的话，去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